是谭小静，今天是2021年的清算佳节，迎来了幸福安康年、家和万幸年。谭小静在此祝大家身体壮如牛，财运牛气冲天，牛年大吉大利哟！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道生生绿伞，愿你们的事业、爱情生生绿伞哦，一切都生生绿伞，千准备一下配菜哦。公鸡蛋哦，搅拌均匀，加入打好的蛋液，从中间倒进去哦。好，可以了，摆盘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水烧开了，下锅清蒸，大火烧10分钟，10分钟到了，可以出锅了。下入泡好的生丝、生鱼豉油，泼上落油。玫瑰加油，生生绿伞做好了，哇，太好看！你们切成一个哦。鲜香味美，特别清淡，特别好吃。现在的热水很冷很冷，口感非常的好。朋友们盖个哦，这是很好的一道佳节菜品，特别好，又好看又好吃。清淡爽口，感受着佳节的暖暖的希望，也特别的开心，快点过来吃哦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